好，我是吉吉。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位于休斯顿 Cypress 的一个新房子。这个社区的名字叫 Bridge Creek， 然后这个社区的学区跟 Bridge Land 是一个学区，所以它价格比 Bridge Land 又好一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户型，样板间的户型，差不多就是在65万美金左右就能拿下来，所以我觉得它比 Bridge Land 的价格要更好，而且户型也是非常的漂亮的。这个房子它的客厅有三面窗户，我之前已经介绍过这个户型了，可是当时的价格啊很低，当时可能就40-50万的样子，现在已经65万美金左右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在3000多尺的区间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户型。如果您对这样的感兴趣，就请看下去吧。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是我个人会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户型。这个户型它是目前的价格哈65万美金左右，然后它有中庭。Hi， Olivia。Okay, that's fine。然后呢，这个房子其实它的房源特别少，也是一个 Taylor Morrison 主打的一个户型。一进门这儿有一个套间，但是这个套间是一个加装选项。如果不加装这个套间的话，它会是一个空间，但是它不是算是卧室这样。然后它的这边是一个楼梯，楼梯是藏在里面的，上面开着窗户。然后这房子再往这边走，这边就是车库的位置，现在做成了办公室。但是这个车库的位置这边还能再加一个套间，那它比较经典的就是往里走的这个位置，这边是主餐厅。主餐厅的这边是有一个小中庭的。为什么要有中庭？因为中庭的采光作用非常大。因为你看来到了客厅的位置，你会发现它三面全部都是窗户，这三面都是窗户，有没有？所以只有中庭才会做到客厅有三面窗户。这边是它的厨房。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板间的所有的家装配置都跟你拿到的房子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然后再往这边走会是一个洗衣房，洗衣房带着大窗户，很亮堂。再往里就是主卧的位置了，主卧的大窗户也是非常的爽的。房子所在的这个占地，也就是你的院子大小，就跟只跟你的这个就是你买的这个地有关系。所以样板间的院子很小，这个你不用在意，你买的也不是样板间。然后你看它这个房子马桶间也带窗户，其实马桶间带窗户的房子不是很多，所以看到几个我都强调一下。这边就是我们看到的一楼，这房子的二楼也是它的户型非常的好，因为这个房子的二楼的卧室面积公共区域都特别的大。我们现在就二楼看看，上二楼，你看它这个楼梯窗户有这么多，所以就说这个户型好。今天我来拍阴天，这房间里边也很亮。上来之后，我给你下来开门。这边是其中的一个卧室，这个卧室你看这面积大不大吧，就说这边是洗手间。然后呢，它是两个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你看每个卧室的面积都超级的大。在3000来尺，这房子只有3100多尺，你敢信？你就会觉得哎，3100多尺做了这么多的公共区域，你看楼上的公共区域也非常的大。这边呢还有一个套间，这个套间放 king 的床呢简直是绰绰有余加绰绰有余，就是我就觉得这房特闲大，户型超好，学区也好，然后65万多美金的目前报价，那也说不定。您看到视频说这房子已经涨到70多万了，我也不敢说，就是目前是这个价格。如果您喜欢这样的一个新房的话，就请联系 GG 休斯顿地产团队，上休斯顿好房网，更多房源等您发现哦。